去年在印度新德里所举行的国际拳击世界锦标赛，林玉婷荣获铜牌，但当时因为国际拳总 IBA 不当的认定，取消她的名次，她也因此未能获得我们国家国光奖章的这个鼓励。这一次的巴黎奥运，国际奥会已经针对国际拳总内部的管理不善而取消了对他的认证，而因此林玉婷也顺利地踏上了巴黎奥运拳击赛的擂台上，而且用连胜之姿取得最后的胜利，得到金牌。林玉婷不仅获得了再次的认证，她的参赛资格绝无问题，也再次的用她的实力获得全世界的肯定。那么国家必须要恢复林玉婷在去年因为 IBA 不当认定取消名次而未能获得的国光奖章的这个鼓励，因此我已经请教育部拟定专案，即刻恢复并且依规定发给林玉婷国光奖章以及国光奖金90万。政府的这个决定是代表国家跟人民对林玉婷常年来在国际重要赛事上优异的表现，对他再一次的感谢跟肯定。